可是承载着毕生们满满的祝福。现在我们请特殊教育班的老师们，谢谢请特殊教育班的老师们上台接受学生们的献礼。请给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好吗？
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毕业生将给大家带来两首歌曲，离歌及能不能不要说再见，掌声送给他们。Thank you.